啄木鸟厂在蔬菜产业里面，它算是一个比较上游的产业，它必须长期对市场上做一个监控，同时必须对市场上的价格产生波动时候做一个适当的敏感性回应。目前育苗厂的销售区域在于专业的生产农民，以及我们的农药店，还有我们的种子行的批发零售市场。目前我们育苗厂采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每日每月所接收的客户订单以及我们的排程生产都记录在我们的白板上面。但是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了，我们白板上面的字也写得越来越小，写到后来甚至也写不上去了，所以造成我们经营管理上的一些困难点。我们使用这套系统，它把我们从接单的排程拨走，以及我们的库存管理，以及到我们的出货派遣的部分，都把我们做一系列的连接起来，同时上到云端，那我们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云端查询到资料，甚至说我们在其他地方任何的地点，我们都可以是执行我们农药厂上的工作，这个说是一个我们现在融入的一个好方法。它的功能里面有个客户的来电拦截的功能，我觉得这个系统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天我们在接到一个客人的来电，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客人他有跟我们订购哪些产品还没有交货的，以及他之前的历史交易记录资料，同时还有他的一些未收的款项是我都显示出来。对，老天哦，阿明，你好。你好，你好，好啊。啊对，啊你一礼拜前种迄高丽菜，发育安怎？诶，袂歹咧，真啊真水个菜咧。啊，你即届想要啥物物件？拢高丽菜两万株啦。哦，两万了。哦，我即摆现货敢若有一万丛尔呢。啊，搁一万丛我摆落去生产，好无？搁二十五天有通种。无我后礼拜好无？我派司机甲你送去个农场，互你好无？后礼拜一。好，啊对，啊你顶届阁有一个好款，你届我收去无拄着你，无收一个好款无？阁1511块，是不去甲你收好无？系啊。系啊，我即摆用一个系统，我即摆手机号用一个系统啊，用一个咱个蔬菜育苗智慧生产管理系统啊，所以拢足清楚个啊。好啊，好啊，好啊。这个系统让我们的员工，他在前一天就已经可以知道说他明天的工作计划内容是什么。现场人员可以做库存盘点，盘点之后直接把资料上传到云端，缩短了我们员工之间的联系活动，提高了他的效率，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可以再专注于他个人的本业上面。我们使用了这套系统之后，我们从客户的接单以及他的生产排程，还有盘点以及客户的管理跟出货管理都做了一连串的整合，那我们使用起来非常轻松。蔬菜育苗智慧化生产管理系统真的是我们农夫的好帮手，